为什么要打架？为什么打架引起妈妈的注意？怎么的生气气？小脚脚，猫跟猫打架，怎么的？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咬脚脚？他说不喜欢猫咪跳高，还是怎样？他脚脚比较长，还是怎样？他说人的脚短，是这样吗？你们在讲什么？妹妹的脚比较长，大的赢短脚，我知道。还好贝克的脚没有很短。干嘛咬小小？不要这样，小小脚没有很短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咬他脚？你在表达什么？咬脚。哇，你在表讲什么？真的咬脚哎。嗯，好，妈妈在看。阿爸说，短腿的不喜欢跑来跑去，还是怎样？你们在干嘛？好了，先不讲了。